你要吃早餐吗？我可以帮你点。我要吃你。肉润度不够，腰肉短了。你也可以尝尝。臭流氓！等将来咱们儿子打篮球就会长高了，相信。谁和你有咱们儿子啊？女儿也不错，跟你一样最好。然后再去拐骗一个高可男孩。哪个可爱？中间那个。